基本上已經有310,000的觀眾，所以沒辦法，一定要出了這個先，費事他們等得那麼慘。好啦，好，1-100 Fox 的，咦，已經 開始了這個時間關係，是嗎？是，哎，出頭了，我選了這個頭出來了，是不是想這個頭呢？是，沒錯。好，玩具 TV 第18季第4集，跟住落嚟介紹嘅係我本人原本極度中意，而家極度厭惡嘅一個系列《五星物語》語語語語語。大家見到抬頭就係呢一個第一期嘅封面，哇！大佬，我啱啱講緊第一期封面就係咁斬，本身冇辦法啦。既然而家今次要介紹嘅係《五星物語》嘅奇蹟。AKD 任性小王之，不是任性帝王的座家 KOG D Temple， 哇，還有很多名字，我覺得五星物語本身真的就著機體，有一些受歡迎的機體有90,000+個名字。其實這個 KOG 呢，它總共有多少 model 呢？原則上 KOG 有3部，第一部就修配老塔，即是水龍，第二部就是這個奧津，但是奧津本身即是叫做自毀了之後就回收了個引擎，跟住就成為了這個爆頭，即是我們沖稱叫，即是叫什麼名字？爆頭，好多隻，哎呀，死了，他有個名字，哎呀，突然之間我說不回來。咁而家大家會見到咧，有啲係一啲譬如係 New Type 入邊咧嘅內頁嘅相啦，係。咁另外就會係有一啲大型嘅海報啦。咁其實坊間即係譬如係雜誌上邊啊，或者係一啲繪圖咧，其實黃金電騎士嘅繪圖都唔算多嘅。嗯。不過嚟緊其實會唔會真係出埋帕特拉克鐵幻象咧？啊，哇！誒、哎，咁樣我係講得翻出喎，大佬。係啦，這個二號機基本上除咗呢個奧津之外，就係用回收咗個引擎整咗呢個帕特拉克鐵幻象。係。咁啊，跟住第三號機就係而家要介紹嘅奇機。大家睇緊呢一個海報咧，其實好坦白講，即係唔係永野護畫咧，我覺得真係冇咗個陣味。嗯。真係冇咗嗰陣味，咁啊！同埋咧，我覺得咧，佢話機體咧，其實每一張都唔同嘅喎。係，即係你往都見到一啲古靈精怪嘢。即係完全係你唔會揾到一個好一致性嘅喎。係。每次都係即係顏色上邊啊，或者係啲雕刻啊，即係機體啲細節啊，全部每一次都唔同。正如佢好中意連個年史表都改。係。咁我哋可以睇翻個駕駛員啦。好，梭壁是梭壁啊，並不是這個任性帝王。因為這個就是The Movie 裡面，他就是這個位置，就是他剛剛去到最尾了，他就真的上了這個黃金電騎士的時候，就夾埋條女，不是，夾埋這個拉克斯。我覺得整套戲是最尾那段，就是打咯，就是打咯。但是他真的連開頭原本很吸引的，即是黑騎士對這個 Let Mirage 都完全不交代，完全浪費了，完全是打完是，就是現在將會有的相片，是的，見到這個第五代目的黑騎士啦，重複本身真是我靠記性的，如果噏錯了希望大家見諒，或者在下面補充啦。那會見到啦，那個Fatima 是不是 Fatima？巴迪馬，巴迪馬，咁佢就個其實個駕駛艙喺上面，喺個人個機體嘅頭部嘅。咁啊，比較得意嘅就係黑騎士有專屬嘅巴迪馬啦。係。好，圖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嚟喎。冇錯，好嘢。好，老闆。JMS 系列嘅，哇，幾有情調，叫做新作。咁犀利，佢唔識發光，哇！你玩咁大，哇！黃金電器騎士、命運托布，或者佢叫光輝幻象。本身其實真係要數咧，本身 D Temple、Destiny Temple 咧，最初出現嘅名字有錯請更正啊，係重戰機嘅。
咁本身真係 temple 宮殿系列咧，咁喺呢一個重戰機嗰陣時咧，就亞修羅宮殿啦 ，Asia Temple 啦、Blood Temple 啦，即係將來嘅 Lab Mirage 啦，咁啊 Catfree Temple 啦，呢一個 D Temple，D Temple 其實喺完咗呢一個重戰機，咁喺呢一個永野準備有五星物語嗰陣時候，就出現咗呢一個 D Temple 嘅。咁而 D Temple 命運托布或者命運宮殿就係呢一部黃金電騎士啦。咁可以睇到啦，咁呢一個呢盒模型咧，其實就係舊年十二月中旬咧就日本發售嘅。咁啊，好似資料就話咧都。大家都等了很久的這盒模型都正常啊，因為它修改又修改或者是延期再延期呢，那去到去年十月才會推出的，那最近在譬如香港啊或者是其他亞洲地區呢，都很多 fans 呢就開始買回來砌的，那就阿迪巴呢就說咦不如砌這隻來玩一下啦，咁呢本來呢請問你收了什麼費用呢，我費用我哋唔講嘅，我哋唔講嘅，係啦，就係、是、玩具開心噶嘛，就冇錯，玩具開心噶嘛，你又錯啦，嗰句係玩玩具最緊要我開心，呢句嘢係個擁有人講嘅，係啦，咁本身其實我收一盒嘢就一個月啦，咁其實喺十零日之前咧，其實應該完成咗嘅，咁因為當時就我用一隻嗰只係叫咩啊？玫瑰金的噴色，但是個 效果出來之後我就滿意的，但是擁有人就說、玩玩具最緊要我開心、結果你開心呢，結果呢結果就要重新來過咯、另外德該也是給了意見，都是說金色啦，搞咁多嘢，係咪啊？咁即係金色啊嘛，大佬，唔通你黃金電騎士你整個銀色出嚟咪？唔會噶嘛。好，咁所以就會出現咗呢、這個而家呢個版係可以開翻燈啦。係啦，其實或者我諗可以校定少少啊，因為多一句本身其實就住機設嚟講咧，我真係可以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啦，真係。點解而家夠姜講？後無來者呢，因為永野生我覺得他已經回了堂、一定這個、既然回了堂的話，我覺得基本上這個地球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再設計到這麼華麗的機體、大家可以看到本身、黃金電騎士 D Temple 你會看到它整個形都是非常之漂亮的，也都因為真的、就住成日即係五星物語喺呢一個即係機設嚟講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係、是、你要有騎士啦，你要有花迪馬啦，你要有 MH 啦，先至可以真係去戰鬥嘅。你本身縱使個機體幾咁強勁都好，你冇咗是但一樣嘢咧都嗨硬。打個比喻，就係、是、正正呢一個黃金電騎士二號機。你冇咗呢個騎士嘅話，佢都會遠遠地比一啲普通嘅即係騎士加呢一個 MH 加呢一個花迪馬打到嘅，係啊，流羅機體啦，可以叫係啦。咁所以多一句，呢、這個設定我覺得係非常之吸引嘅。咁同埋喺同埋，我覺得黃金色咧喺即係歷代譬如漫畫機設入邊都唔算話好多。算唔算多咯？都唔算多咯。我諗嗱，最出名嘅白色咯，係咯。咁但係你話啲超級係全部一爆到最收尾，全部都金色嘅，而家唔知點解。咁係，以前真係好少啊嘛。你邊有夠姜整啲咁嘅色俾人打啊，大佬？同埋呢架機真係好犀利，即係譬如你睇翻譬如電影版啦，咁佢咪最初咪成架機墜落咗嘅？係。點解唔冇事嘅架機又？黃金鑄造噶嘛。咪咯，即係佢咁樣諗到喎，真係。你如果你其他機體，喂，佢個機體一拉起人哋個頭，可以就咁扯，即係我覺得高達第一幕，高達係第一幕啦。跟住之後第二幕就係攞把劍一斬，咁啊分開，咁啊又係高達嗰啲情節。不過佢係用實體劍嘅。係啦，冇錯。咁啊，係。
你或者 你講一講本身就住製作呢一件嘢嗰陣時啲辛酸啦，即係譬如話咩冇金，即係冇呢一個代工費啊，冇即係得餐飯嗰啲，你唔使講噶啦，大家都知噶啦。咁你可以講翻本身製作方面有啲咩咩問題嘅？即係又要多謝德哥先啦，因為佢可以借出咗呢隻金色啦。我唔係借，係俾咗你。係 ，sorry， 係咁啊，俾咗我啦，咁先至叫做噴到一隻我滿意嘅金色啦，因為其實之前好似上個禮拜咧講黃金盒咁樣啦，其實揾一隻我中意嘅金色咧，其實都揾咗好耐，試咗好多次。咁啊，好似呢一隻嘅模型啦，你會見到其實我用咗若干款嘅金色去噴嘅，即係譬如好似個頭啊同個身咧，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個頭咧係會有少少青金啲嘅，咁然之後咧佢膊頭嗰啲位啦，就會係重金屬重黃金色啲嘅。咁啊，我用咗幾隻金啊？係係喎，我近睇見到啦。係啦，冇錯，一深一淺。因為其實我即係早排開始啦，就留意翻網上面啲高即係師兄去噴呢隻嘢啦。其實個個都係一個通去噴呢隻嘢。咁我覺得可以多少少啦。咁我所以有啲位我用咗重啲金黃金嘅色啦，或者係一啲重嘅陰影啦，譬如好似膝頭啊。或者是腳踭前的這些位置，有些位置 會做了一些重陰影位啦，是啦。你覺得紅色是手油？是沒錯，手油。頭膊頭是手油，然後腳那些全部噴的。咁啊，膊頭劍聖文章啦，即係基本上係劍聖級數嘅先至可以擁有呢一個徽章。咁呢個故事設定都非常之精彩嘅。咁所以變咗真係話，擁有呢一個劍聖文章嘅機體咧，亦都唔多嘅。咁啊，呢個修配老塔即係呢一個黃金電騎士一號機咧，就係其中一個表表姐啦。咁因為咧，佢如果講活動性咧，佢呢只就叫做好過 The Bang 啦。啊，我又唔好計講講，大家記得其實本身後面有個台座嘅，佢係咪唔用台座就會撲街咧？本身如果因為佢啲位咧，佢啲腳嘅裝配處咧就比較短啊，咁你一定要裝銅條、銅管、銅枝，咁樣插實咧就一定得嘅，因為我唔夠時間做呢樣嘢，咁所以而家呢個 moment 咧，如果我攞起佢咧，佢只腳係會分開嘅，因為我冇做呢個動作。咦？咁但係佢本身譬如話呢一個位咧，腳攞位咧，係咪可以再拍翻耐啲定係？其實可以再埋少少嘅，因為咧佢而家個大髀呢個位咧，嗰、那個佢入邊嗰個柱咧有啲鬆啊，即係佢唔知點解做到有虛位嘅，咁所以咧令到佢有少少會向外反啊只腳。咁所以暫時，但基本上佢係企到嘅，因為佢嘅腳咧腳板咧係有少向內傾側咧，所以就做咗一個逼住個地下嗰個動作咯。咁所以就唔會好似 The Bang 就會出現八字腳咁樣啦。咁所以呢個係幾穩陣嘅呢、這個就。同 Bandau 個模型比係咪個組裝會爭好遠咧？同埋喺個可動性方面係咪都會爭好遠咧？哦，呢個一定啊，因為如果因為你如果同 Bandai 同埋 Vox 嘅比咧，佢啲位即係比 The Bang 嚟講，佢已經有進步啦。但係有好多位都仲係要插實啲啦，同埋即係你 Bandai 你百件成架包曬唔使用膠水嘅。但係佢呢個咧係某程度上有啲位係一定要用膠水嘅。因為係一係就太鬆啦，一係就啲位啲柱位太短啦，就唔夠嗰、那個。反而係柱位太短。有啲位係。咁譬如好似尾呢兩個長翼啦，咁暫時咧因為我哋今次要做呢個 show 啦，咁唔可以，因為運輸問題，我就驚整斷。咁雖然我冇黐實嘅，咁正常咧，你如果 band 得嗰啲拍入去咧，就唔會跌噶嘛。但係而家咧，我係 back 拍咗佢啦，仲要加 blue tag 啦，咁先至叫做 hold 呢條呢兩支 ，sorry。哦。係啦。嗰啲嘅。哦，呀。咁就。因為正常，如果你其他模型嗰啲係一拍入去就應該係實咗唔會跌，咁但係佢嗰啲咧就好鬆，有啲位好鬆，咁主要係腳比較鬆啲啦，咁另外就係、是、但係上身嗰啲係幾好嘅，咁另外咧就係、是、譬如佢兩邊手臂啦，佢今次咧係做咗一個活動嘅，咁咪可以將佢拉開，即係喺呢度喺入邊。就變咗可以，咦？哦，係啦，咁呢度可以咁樣打開嘅，
咁可以做到一啲大啲嘅動作嘅。咁譬如佢要收翻埋咧，就咁樣拉翻去，收翻埋，係啦。咁然之後個膊頭，咁就唔會咁多反膊咯。咁因為佢可以做到放出放入，咁你擺 po 就會得心應手啲啦。係啦，冇錯。咁呢個就係比較新嘅一個，即係喺佢 Fox 嚟講，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劃時代，喺你 Fox 嚟講 ，I M S。即係當你 The Bank 你係喐唔到嘅時候，你呢只譬如你起碼上半身都唔使擔心先。係啦，即係啲手係喐到嘅，即係可以抬到啦，即係可以做呢個動作啦。即係 The Bank 嘅好動性咯，真係好強啊！如果你相比，個頭可唔可以左右喐個老老豆豆？可以嘅，但系就好輕微，因為咧佢膊頭上面係啊，佢本身頂住啊嘛，頂住曬，但係有可以做到嘅，但係就好輕微啦，可以見到啦，係啦。哇！如果真係三部甚至四部黃金電騎士擺埋一齊都爽喎。其實砌完呢只，我真係好想自己拍一隻另一隻嘅金色咯。嗯，因為我因為你個即係個。主人要求不同啫，因為如果你金色的嘅嗱，好似譬如佢而家呢個係大家見開慣常的祭典 pose 啦，冇錯。咁嗰只金就係即係香檳金嚟嘅，咁就係就嗱，而家拍埋真係好唔同。咁所以其實金色的創造性係好大，係即係可以有好多種。咁另外就係、是譬如喺呢隻模型啦，佢就會俾你砌多咗個，咁啊呢度有個駕駛艙嘅，咁就係個叫咩啊？鎖壁係咪啊？唔係即係心口啊嘛，心口嗰、那個。哦，心口係駕駛艙咯。係駕駛艙。鎖壁，咁佢就做咗俾你嘅喎，但係咧佢又叫你黐死曬嘅喎，玩黑曬，咁咪就睇唔到個駕駛艙咯。咁有你有個 option 可以俾你 show 出嚟嘅。有見及止咧，咁我做加少動作，我要少少哇！你揾把，喂我中意你用呢把嘢撩咯，我好中意咯。冇驚喎，我嗱而家直播啦。係啦，直播嗱。直播出事。咁咧，因為我喺個頂蓋嘅駕駛艙頂蓋咧，後邊咧就做咗兩條鐵枝。咁啊，令佢好似一個活動件咁樣，就可以打開個駕駛艙嚟俾人睇啦。犀利！但係唔到人，冇人因為佢冇配人。你真係唔好當佢 band down 咁啊，大佬。係啊，但係就即係可以俾人見到下，即係有時 box 或者係五星嗰啲嘢就係太過 detail 咧。係。但係佢又收埋咗喎，咁你又睇唔到喎。但係佢又做俾你喎，咁所以我就呢、這個就做多少少咯。咁另外就係、是。上面啦，咁咪就係個 Fatima 嗰個駕駛艙啦。哇！天照第三個字真係冇得頂喎、啊。哇！佢呢張水貼真係好美型啊！哇！水貼嚟㗎。係啊。哇！頂癮喎、啊。係啊，出現咗小意外咧。本應點解 delay？ 因為我其實上個星期想帶嚟嘅，因為張水貼唔見咗，喺間屋嘅某一個位置。咁、哦、我就用咗幾日時間揾翻佢出嚟，先貼得翻出嚟。揾得翻好叻。揾到血字十字架。都好清晰啦，系啦，咁然之後就會見到啦。祭典用嘅弓，呢把嘢黐線，你都唔夠姜擺落手度噶啦，係嘛？但係佢好得意喎，佢手型咧，弓嘅手型咧，佢就俾一套你啦。係劍嘅手型咧，係同弓嘅手型係同一套喎。咁即係揀啦，係嘛？係啦，冇錯。嗱，你睇下嗱呢啲手型，嗱一個。比较叻你啦，竖起手指公嘅手型啦，一个系空弓嘅手型，一个就系手掌啦，好似仲有一对拳头手嘅，咁所以我就揾唔到有剑嘅手型，咁我谂就系用翻弓呢套手型咯，咁但系今日就搓唔到啦，费事啦，系啦，咁另外就佢可以见到佢腰间嘅两把剑啦，实剑。你最重要的地方，你用隻手指遮住了哦，係啊。調翻轉啦。但係咧，佢其實喺佢係實劍定激光劍嚟嘅咧？有激光劍，有實劍，但通常高階位嘅騎士不嬲都中意用實劍。係啦、啊，冇錯。包括黑騎士。係啦、啊，咁我哋其實我知。OK， 得好，忍一陣。係啦、啊，咁另外咧就佢呢條邊唔係佢係咪叫邊？本身其實點解話即係永野户呢啲鬼才即係設計 MH 咁頂癮咧？佢連佢個主人嘅特徵，即係個駕駛者嘅特徵咧，都會喺翻呢一個
機體嗰度出現嘅。咁本身可以 zoom 翻梭壁，除咗佢條邊，可唔可以 zoom 到條邊啊？全條邊係一個 signature 之外咧，你估唔到佢係男定女，亦都係喺呢部《黃金電騎士》入邊完全咁樣表達曬出嚟。佢咪就係要你估咯。係啦。咁但係咧，原來我睇翻啲設定咧，佢呢條邊咧本身係咁樣咁係收埋喺入邊嘅，即係喺個窿嗰度嘅。係。即係喺漫畫入邊咧，原來啲漫畫設，即係嗰啲書仔睇翻咧，係佢係收埋咗呢個窿嘅仔入邊，有咩事？一戰鬥嗰時咧就會咁樣上出嚟，但係又冇特別實際作戰用途，我冇見過用過呢條嘢做過任何。又唔係攞嚟編人啦，又唔係攞嚟儲能量咩聲？不過既然影住後邊咧，或者鬆一鬆近少少個頭啊，呢個真係要講啊，冇辦法。頭先講咗雌雄同體，咁本身其實 KOG 除咗佢本身個機體係他媽的形之外咧，可能要德哥要指一指啲人唔知喺邊個位置。係啦。可能你都再低少少，或者拉遠少少。咁啊，我真係非常之攞把劍啊，因為攞把劍欣賞佢本身呢啲粒食位咧。一來本身呢、這、一個模型師嘅滲線滲得好啦，咁二嚟本身亦都有將呢一個男性嘅陰莖上啲，同埋女性嘅陰户，再加上本身一啲精子嘅象徵。完全表達曬喺呢一個頭頂度，除咗可以增強呢個情報量之外，真係不得不盛讚呢個永野户，即係連呢啲男女嘅性徵都可以擺到落去個頭頂度。但係不特止，係送唔送把劍？劍柄點解我頭先講話 David， 你遮住咗最重要嗰樣嘢咧？係咁樣揸㗎，得哥。好，得啦。focus 到啦，哇！你呢、這個少少啊，兩把咁大條嘢，你都知道好嘢啦，大佬微微向上有翻咁上下長度，呢啲咪真係女人嘅至寶，男人嘅象徵咯。但我想問下，係唔係咁多部 M H 咧，係得 K O G 係有佢放呢啲嘢落去咧？如無意外就係啦。本身佢其他唔同嘅 M H 都有唔同嘅特徵嘅。釘刀啊，就用武道人啦，咁啊黑騎士就本身用一啲即係懷民圖案啦，咁當然你作為一個叫做主角機，佢梗係擺多啲心機落去嘅。咁但係佢有冇講係點解？高興咯，哦，就係咁樣。係啊，咁啊將男體同女體就加曬喺度，仲有個後尾枕，都睇下唔知影唔影到啦。本身一啲高階位嘅 M H 咧係好有個性嘅，咁。要 zoom 埋少少。我想都真係未唔知影唔影到。黃金電騎士、命運託步，另外一個賣點，頭先講咗雌雄同體，除咗本身正面嘅樣之外，德哥要指一指。後邊指一指，佢亦都有一個第二腦嘅女性面嘅一個尖尖地嘅位就係啦。係啦，咁點解其實？初因為都係嗰句啦，任性皇帝加冇做過腦控制嘅花迪馬，再加一個冇限制嘅 BBMH 呢一個 combination 咧，就令到本身 MH 呢一部黃金電騎士都擁有自己嘅意志。初期點解五星物語咁好睇咧？我記得有一個非常之 classic 嘅場景。就是原本黃金電騎士用光速移動落咗去，幫呢一個哥拉斯軍打仗。冚家祥佢一落到地，因為本身佢根本完全控制唔到佢過剩嘅能量，變咗輕機，喐唔到，喐唔到唔緊要。咁啊，見目即係望住呢一個裘洛安 Unicorn， 佢真係 Unicorn 啦，就俾人幹掉，哥拉斯三世陣亡。跟住見到呢一個黃金電騎士自動起動，梭壁完全控制不到，佢就將佢嘅配劍好型咁樣抌咗俾呢一個 Unicorn， 就係咁樣。跟住就將即係呢個 Unicorn 就用佢把實體劍就將對方劈散。呢一個劇情真係正到抌一聲，之後真係冇得再睇。所以即係變咗
點解之前我咁熱愛呢個五星物語就咁解，係好正嘅，成個故事編排都好好啊，跟翻呢個編年史，即係完全唔會逃出佢嘅即係編年史嘅設定。點解會而家搞成咁咧？你老尾回咗堂，回咗堂啦嘛！好，新完咁啊，真係講翻副模型啦。咁啊，見到其實真係一個出色嘅機設，如果有一個即係出色嘅實體化咗，係非常之吸引嘅。我仲有冇補充啊？你有冇補充啊 ？Last， 咁咧就另外有一張 poster 啦，咁就係、是。套 movie 的結尾就是他和 Fatima 在個沙漠那裡 親嘴啦、哦、那個就是一個 ending 啦、哦、那、我就要將它還原，怎樣還原呢？哇，可不可以再、哦、這一幕就是臨尾這個本身那些藥性完結了，跟著金色的頭髮就變回這個白色。哦、其實是不是會出呢？因為我見有，你覺得不會啊？有圖出喎、啊，跟手整個電導板，哇！哇！有剪紙嘅，係啊，要 focus 翻落去呢一個鹹濕任性皇帝嗰度先。呢個鹹濕戀童癖任性皇帝講錯咗，呢啲咪愛咯？得唔得？係到，係到。跟住慢慢聽上去，哇，幾有電影感！啱啱出世嘅 MH 見證住呢一對戀人，雖然冇咗啲電子炮，雖然冇一支超夠極放射炮，但係都非常之吸引嘅。希望大家包容啊，因為咧個 post 可能擺得衰咗少少，希望大家包容啊，因為時間關係。咁另外就好多謝其他國外的 fans 啦 ，thanks for the overseas fans， to watch Toys TV。你有 overseas fans， 你正常有嘅一啲女 fans whatsoever。好，咁我今集真係玩住咁多先。中意五星物語嘅朋友，我都唔知幾時再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五星物語啦。你有噶嘛？我有咩啫，大佬？爆咩啫？冇嘢出，係咪先？你有模型啊嘛？冇有模型冇砌啊嘛？等砌都咪就算罷啦，係咁啦。哇！好多人問嗰只金色點樣噴出嚟嘅喎？問你啊！問你啊！但你收咗麥咯喎，而家係嘛？仲有嘅，仲有照講啊！我哋都未咁快走啦，我都要執嘢係咪先？一個市場而家絕咗版嘅加廿一二二啦，再加呢、這個好電動 ，thank you 銀色啦。咁另外就係呢個透明黃。那個比例就會是加2122的金色呢就是 60%， 另外銀色加上個透明黃就是各 20%， 但如果你扣完出來呢有可能呢會是比較青金的，之後你可以適量地調校，就是用這個透明黃加一點的透明黃繼續試回你想要的金色那個深色度的。其實本身既然現在都只是齋收音機呢，咁所以有啲咩問題都可以呢度問，咁係啦，咁我哋冇咁快走嘅，真係淨係呢抽嘢，我諗有哪排執啊，真係。其實加也有幾款金色都可以嘅，只要大家因為其實金色個型個金色咧就太多款啦，咁即係要大家自己嘅喜好咯，所以就要大家基本上調用少少去調嗰個色出嚟。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色型，然後再加適量的金色或者是這個熒光黃或者是這個電導銀 去平衡那件事咯，即是金色是 很多很廣泛，即是個顏色 的通、另外我也補充一點剛才迷惘那裡，我說漏了我自己最重要的 QC、我手頭上這一隻的 QC 是合格的，咁所以頭先有啲朋友已經WhatsApp 我話放幾多錢咧，唔使啦，呢隻嘢我係完全唔需要呢、這、一個放俾啲朋友仔嘅，多謝大家。咁另外個黃金劍騎士復版1:100咧，咁佢之前出嗰陣時咧水貨啦，因為當時香港未有現貨嗰陣時咧就都要900幾嘅，即係早幾個月都。
咁但係而家有行貨曾經出現過咧，就個價錢行貨好似係600多蚊都有㗎啦。咦 ，OK 喎。咁但係多一句啦，即係你 Wooks 嘅模型，好坦白講都係一啲真係高手向嘅，咁所以變咗。雖然我都知道很多朋友都很喜歡、電騎士的設定，但是你真的要想一想自己 的喜好，如果你買回去齋草的當然沒問題啦，好像浩浩安那些不拿砌的，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砌的就要衡量一下要即怎樣處理它、啊、這些路了。你有沒有一個肯為一碗牛肉麵而幫你砌模型的朋友呢？你今次是不是牛肉麵、啊，今次是上海麵。哇、哦！嗱、哦，已經約咗下個禮拜去食好嘢啦。咦，食好西喎！終於有好西食喎！但係咧喺食呢個好嘢之前咧，其實我已經孭咗幾頭債噶啦，喺阿迪爸嗰度。你嗰啲咪債嚟嘅，玩玩具開心啊！係啊，玩玩具最要佢開心啊嘛。咁啊，而家我就着手同佢搞緊一隻 Medicom 嘅影月啦。咁因為我呢個係一個偉大嘅工程啊！咁因為咩事啊？嗰只嘢？我嗰只全身大發毛。哇！一開盒啊！係啊！一開盒就發毛，咁啊個主體有好多部分都變咗黑色啦。係啦，咁就要重新噴過，有部分要位置。咁另外就嗰只叫咩？冰封啊！冰封嘅模型啊，系啊，我系揾到一只啦。Chain B 啊，冰封。Chain B 系啊系啊。哇！真系 Chain B 啊！系啊，好劲喎。咁啊，就揾到盒粉红色出嚟。咦，粉红色喎，可以波球喎。蓝色又要翻窗揾。咁所以咧，我亦都系俾人嘅禁锢紧嘅，嚟紧呢一两个星期都系。砌喎，真系又要砌啦。咁好彩呢两只就嗰个個手作就不算太複雜嘅。你同電騎士比，你天同地添啦，直頭。咁都想同大家講啦，如果你真係砌 Fox 嗰啲模型咧，大家可以上一上 YouTube 啦。咁其實好多國外啊，或者係香港嘅師兄咧，都有分享佢哋嘅 video， 或者係會介紹翻只嘢有啲咩位置係即係例如你做無縫啊，或者係要裝嵌嗰陣時候有啲咩問題呢？其實好似呢只 Fox 咧，佢劍嗰啲位咧，佢個裝配咧都係歪嘅，有少裝配處要歪。咁你所以你要將嗰、那個佢到而家都係歪啊，陰公。係啊，個腳踭同埋個劍柄都係有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就要將佢剪咗佢啦，然之後自己用膠水黐翻佢做翻個無縫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砌 Fox 嘅，咁所以都可以上網有好多師兄嘅片可以去大家去學一下嘢咯，可以叫做唔好扯斷。